还没开机，等我一下。开始吧，我以后直播都要改8点半。最近不是要4周年了吗？然后我觉得很扯的事情，我真的很怕我在4周年出包，我真的很怕我在4周年出包，因为你们知道多扯吗？你知道多扯吗？我们4天前才要练习耶，而且位置什么的都要从头排过，因为很多人都会更改什么。为什么我不知道有一天我4天前练习，我根本没背。四天我根本没有办法记得起全部的位置，我快疯掉。4天知道一下怎么。怎么不行？4天到底要怎么不行？因为票卖这么贵，到底4天要表演什么？4天练习到底是能表演出什么多好的东西？也太好了吧！啊，我怎么知道他们怎么安排的？只希望我脑袋记得住。我觉得我要被公司训练成就是快速记舞法。睡眠记忆法是什么？
哦哦哦。忍者真的会过劳哎、欸！天哪，我过劳，我也过劳。就是我是一个很没有能力的人，但我过劳。哎，人生。哎，不是学校跟 TP 问题啊，不是，有差吗？如果我要兼顾的话，没有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早都暂停了。真是的，干嘛找事情给自己做？我应该要暂停的。还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有几个人看哦。要怎么看？几个人看我直播？我直播几年了，还不会看，蛮厉害的。谢谢沉鱼落雁的专业直播间，谢谢沉鱼落雁的兔儿爷。30个。所以我现在要表演给20-30个人看，这样好。
最近刚回去补12月10号的直播的。12月10号我讲了什么？忘记了。打架？感觉我没睡好。我其实现在没有很累，我现在叫我睡觉，我现在睡不着。我只是很无聊而已。我只是不知道讲什么，我现在很无聊而已。手牵手是什么东西？练什么东西？但你的黑眼圈蛮明显的，我的黑眼圈是天生的，我黑眼圈就是天生的，我就算在早睡，我也就是黑眼圈重。你应该压力太大吧？我没什么压力啊，没什么压力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新公演我打算，新公演我打算就是就这样。考完学测没压力了吧？考学测对我来说没有压力，我没有准备啊！真是的。而且我没有压力啊！而且学测我没有准备啊！我刚刚准备，我以为高职生去考学测，我只是考考看而已。我和米克夏，写试题的缘分相遇。你还要再练画画吗？我昨天有去，因为对我昨天有去。对啊，我也没有在准备统测，我都没有准备耶，怎么办？我人生会被我玩完啊。TV 结束，我大学也还没结束，所以，我的人生真的要被我玩完了。那这样设计系会上吗？哦，我觉得不会。我没有要考设计系了，我打算分数到哪就念哪。好的，什么叫不用毕业啊？我就可以毕业啊？什么叫不用毕业？而且我觉得读哪都没差，就自己心态问题，自己想不想念的问题。所以，就算去东南，或是
华夏，我也觉得认真就好啊，就是真的不要后悔，自己认真就好。我都读过蛮烂的高职了，还有我什么没见过的烂学校吗？应该是不至于啦，都看过，就长那样。而且我是说真的，就是我认识那些就是跟。因为那些都不会念书嘛，就是我跟那些不认识不会念书的人，他们相处起来，我觉得就是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觉得读书不重要这样，然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可是我是聪明的，我是可以念书的，但我被他们影响，所以就觉得说我好像其实不念书也没差。而且是说真的，就是我念书真的没差，因为我就算现在念了，我以后就算我现在念到台大，然后我以后在台积电哦红海哇领好多钱，我不开心啊，但是我领的钱很开心，我可以去做其他我开心的事情。可是我在工作的时候不开心，可是我还是很痛苦啊，就像我现在这样，我现在很痛苦，就是一样意思，就是我觉得更没有差，就是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才就好了，而且快乐一点啊，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对吧？我不要景文超烂的，虽然觉得说多烂也没差，但是里面没有我想要的，就是没有让我心动的。就是如果硬要我念景文，我也只会选英文系吧，毕竟英文挺重要的。哎，但是有些人真的很扯，像我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蛮聪明的人嘛，就是我一个蛮聪明的人，所以我用了自己的小聪明，可是那个小聪明会让自己还是会有点累，但就不完全小聪明，就是我高一高二都在玩，就是我高一高二都在玩哦，然后 TP 也没有很认真，虽然我现在也没有很认真，就是都在玩。我高一高二都在玩，就很放松那种，完全就是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好高三，发现是自己没有办法毕业。然后因为我再重考一次，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办法毕业。我考完学测才意识到我自己没有办法毕业。然后虽然就是听起来好像很聪明很轻松，但其实很累。我没有不爱念书啊，就是就算我不念书，我也可以考还不错啊。像我这次数学就考70几，我英文这次也70几。然后我今天补高一的国文学分，因为我高一都在玩嘛，我不是说我高一没有在上课，然后就被挡，因为老师讨厌我被挡。然后我今天去补学分，我就听课啊，我就听，还打哈欠，然后我考全班最高。然后考全班最高，我觉得我好厉害哦。我是一个聪明人，但是我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。就我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
我很常被老师说，哇，你是聪明人这样。然后我妈也说，你是聪明啊，你那么聪明这样，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导，就是我就是不喜欢认真，然后我不喜欢认真，然后我喜欢在最后一刻临时抱佛脚。可是我临时抱佛脚教出来的东西还是会被老师称赞，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哦，我很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我就用了一些聪明的方法，但我觉得应该被久就会被老师发现了。因为学校不同啊，然后教的东西补，老师补的那一堂课的东西是我完全没上过的，就算有我也忘记了，反正就是我完全没有印象有这课文存在，然后我就上，而且我还没课本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老师要教哪一课，然后我也没课本，就老师讲问什么问题我还是回答出来，但我没上课，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示范。因为还是有念啦，只是还是有念书啦，只是不会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看念书，偷偷念，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在老师上英文，我觉得强势问题欸，就是像我这次数学，我也是靠我自己不爱写字什么，但是你至少平常是要有东西。自己就不会太难，因为平常我有在看书，就是大家好像觉得说好像没在看，但还是有了。可是我看的书可能是小说或是一些，我是用手机呀，手机也会看一些影片。就是你只要是从你身边资源进到你脑袋的东西，然后你变成你写的东西，这样。只是那些可能不是老师上课讲，但是老师看到也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学生蛮厉害，自然写出来的东西这样。那你是不是跟我同学一样上课都在睡觉最后考？我跟他不同，我跟他不同类型，就是我类型是就是他可能是就是天生智商高，但我智商不高，我是靠后天的，所以后天还是比不上智商啊，我智商不到一百。我智商不到一百耶，哇，好可怜哦。我希望我智商有100。没有，忘记了。那时候是好像是什么时候测的啊？国小哦，国小谁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？国小这么单纯的年纪，要我们看那个东西，谁看得懂？我现在测搞不好就100了、啊，而且我也才99吧，就是90几这样。如果90几，就是可能长大之后再测一次，可能就100。反正就是我智商不高，可是我是靠后天累积出来的。我也没有说我忘记多少了，国小国中测了我忘记了，太久远了。我现在测我也不知道，我想再去测一次。
Mina 测好像100，我觉得我像我今天，因为我是组长，然后我今天在跟他们通话讨论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昨天对你他们说六点，然后他们说应该可以，然后我今天提醒说六点准时打电话，然后就有一个我们组才三个人，教我一个才三个人，然后另外有一个人没接，我就问他，我就跟他说我们讨论完了，你刚刚在忙什么？这样我传讯有说我们讨论完了，你刚刚在忙什么？然后。昨天不是说可以吗？你难道觉得讨论这件事情不重要吗？然后有事情不会先说吗？这样，我在讲，他说啊，你说六点，谁知道六点是什么？我说啊，你不知道你不会问吗？啊，你说应该可以，我就当然知道你觉得你可以啊，就你不知道不会问吗？然后我就骂他，然后说下次会注意，就是会有这么让我生气的人，而且我很容易生气，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个特殊生。我跟一个，然后他是特殊生，可是他爸又不让他领特殊身份，然后他就是听不懂，可能我们因为他的智商可能水准可能就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，他就不是一般，他特殊生，然后就算了，他至少是可以做事情的，但是他连做都不做，做个样子都懒得做，然后我看到就很不开心，我就不开心。我就很难过，因为我也觉得说，我就不是难过，我就觉得很不公平。我也不想做啊，可我还是做了，为什么？然后我就跑去他旁边，我说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就说你听不懂人话吗？然后说对不起，你不要走心，这样，反正就是很凶。然后他就跑去跟老师告状，然后我就被骂。哦，第二次是我们排路队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讲什么，然后他就觉得说我霸凌他。然后就跟老师告状，然后我就被骂，然后我妈也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妈还跟老师说对不起，我要晚领错了什么之类的。但他们，哇塞，我被骂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那同学还跟我说，哎，真的可以把我捡起来，如果以后他要告我的话，可以拿出来供词之类的。我不知道，他就说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有在吃忧郁症的药，关我什么事？关我什么事？我直接弄到。爆炸现场，我觉得我的脑袋可能要爆炸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。你忧郁症是要关我什么事？所以你觉得，所以我这样讲话太重，伤害到你，是因为就是你可能有忧郁症，所以我要去体谅你这个忧郁症吗？然后他就说，我是可以告你的哦，你这样是霸凌，你确定你没有讨厌我吗？你没有讨厌我，你怎么会这样对我？然后呢，我就敷衍他说，对不起，我知道，我下次就是。对不起，我的对不起的意思是，我下次不会再跟你有任何，就是完全把你当个空气人看待。然后说，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原谅你。我这件事情真的超荒唐，在我高中生涯中遇到这种荒唐的事情，我真的是傻眼，我无语了。我无语了，我无语，我真的无语，我真的傻眼。然后老师说你要跟他有分寸的，你跟他是朋友吗？我说不是，那你就不可以这样跟他讲话，不然他会走心。他当然觉得说我跟你没有很熟啊。老师就跟我解释说这个人际关系这样，我说 OK。可是他做错就是做错了，我现在就是看他这样，我就一把火，心中一把火。我你知道班上就会有几个人那种不做事的，我就不做事到底什么？不做事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生气，我真是最讨厌这种人，最讨厌这种人。假如你是组长，然后。你是组长，而且你不是自愿当组长，你还是被逼着当组长。可是你有责任感，你就是觉得你的使命感就是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好。可是你又不得不去做，但你其实没有很做，你就不得不去做。然后你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。然后你知道怎样吗？有人没有要做，你当然不开心啊！凭什么我也不想做啊？但是我要负这个责任，为什么你就是可以不做？为什么？不同。
嗯，我讲完了，真的很生气啊！我真的超生气的。不懂、欸，然后我们就是我们有几个，我们有几个比我大的组，比我大的人，他们去叫我们缴东西，是什么东西要缴出来？这样好缴了，然后说你这地方改哦，你这地方改哦，你这地方改哦，我觉得我不想做，为什么我莫名其妙会被分到组员，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我能力还行吧，不然也不敢把这件事情交托给我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会觉得说，至少别人是觉得我办事能力 OK 这样。反正我觉得，我不懂，壁纸，高职生就是要忙壁纸。然后有时候我真的很后悔没去读餐饮科，哎，我觉得如果我在餐饮科的话，我应该会混得那种风生水起，混得很轻松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，可是我可能会被环境影响，我可能会变八家穷，就是因为餐饮科他们就是很多男生不爱念书都去读餐饮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不爱念书都去读餐饮科，然后就会几个在现代的小孩，然后他们称为猴子，就说餐饮科那些猴子啊什么的，然后。因为称他们猴子是因为他们就是很爱搞乱，然后闹事，然后不认得上课，然后顶就是各种坏学生会有的形象，这样。可是他们很喜欢看美啊，所以我每次要被搭讪的话，一看都知道是餐饮科，所以如果就算读的话，可能就是班上一朵花这样，被捧在手心上，然后一朵花，什么事情不用做，而且哇，餐饮科毕制超轻松，我自己觉得、啊、就是。摆个摊位，然后卖个小吃，这样结束毕制，这样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在吃忧郁症药。反正他们毕制已经结束了，然后我们是在下学期，我可不可以赶快结束？可不可以赶快结束？我心很急。那我有时候我也很想把赶快事情赶快做好，因为我想赶快休息。你知道我今天上课的时候，然后老师就讲了一句非常让我击中我内心的话，我当场眼眶泛泪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觉得有些事情是累积下来的，你一年累积一年，你最后的成果就是你的，就不用你。”哦，不努力啊，一直半吊子，然后到最后很辛苦这样。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这样，干嘛把这个？我现在就是要累积，现在就是要慢慢的有一种里程碑的感觉。现在就是要做好每件事情。我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让我学习好，就是现在就是把什么事情都做好。就不会有麻烦来找我了，所以我现在只要把我自己本分做好，我该做的都做了，然后直播该直播，迟到没关系，反正我有直播就好这样。然后虽然会可能会让你们等，但没关系，我至少直播这样，然后就都做好了，就没有人来管我了，我就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对，这也是我们班导很常跟我说的。这种班我就说你做好的事情没有人要管你，就是像大学一样，你做好的事情教授不会管你，就算你没做好教授也那不能哪里怎样嘛，我就现在就是一个把事情要做好，然后我就没有人管我了，这样没有人管我，我事情都做好了，没有人来管我，因为我很不喜欢别人管我，非常讨厌，我之前一度很躁郁就是因为一直被别人管，我觉得很生气的那一种。
不喜欢被管着那种感觉。可是别人管你是因为你们事情有做好，然后你就把事情做好，就没有人管我，就轻松很多，我就很开心。不是啊，你没做好，你之后还是要花时间做啊。跑外送，跑外送，很开心哎！我是说真的，如果我以后真的，我以后要跑外送，就很轻松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完全不用想任何事情，你的人生就是起床送外送回家。Oh my god, so easy! Oh my god, 天哪，太享受了吧！哦，对啊，昨天就是，然后昨天就有一个人跟我说，他觉得我很厉害，他觉得为什么可以那么忙，然后又可以，就是他觉得我好像可以，就是明才18岁，可是我的行程却比一般上班族还要多，他就觉得我很厉害，然后又他就觉得说我好像很知道自己要干嘛这样，然后好像就是都想过了这样，就是他觉得我很厉害，他说他18岁的时候也没有像我这样，我听到我就觉得一阵愉悦这样。我妈要我不要考那个机车驾照，她说叫我大学毕业直接去考汽车。我前面没跟到，我不知道玲玲今年可以顺利上大学吗？可以啊，因为我拿到下学期注册单了。你们知道拿到下学期注册单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一定能拿的，就算我没有拿到毕业证书，我也一定拿得到肄业证书，因为我已经有下学期，下学期是最后一学期，所以我拿到最后一学期，就算我把最后一学期都读完，我也会有肄业证书。肄业证书是可以去念大学的，所以我现在确定我可以念大学。然后我现在要再做更好，就是我把学分都补完，然后拿到毕业证书，拿到毕业证书后，然后考到我真的想要的学校。是我圆满的目标。我现在在补学分嘛，然后下礼拜就可以补完了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把学分都已经可以补完了，然后我这学期确定没有被当掉，学分都过了，我现在就是高中稳毕业了，就是等于说开学后我的学分就是稳了，就是可以拿到毕业证书。哦，就那样啊，4天前练习这样。没有啦，其实公司我后来发现其实很简单的，你就用影片背一背，然后记得你自己的位置。因为其实我记走位蛮怪的，就是在这工作，好了，好哦。我刚刚讲到哪？我忘记。忘记我讲到哪了。这是大贝贝，它超大，它超毛的，它超大，它超毛，它是红褐的大贝贝。
不行，每次那个床单太舒服，我都会被床黏住。我刚也被床黏住，好黏你。然后我只要一躺在床上，我就起不来了。我这几天很累吗？我这几天没有很累啊，我这几天真的没有很累。我觉得很累应该是放假，然后要开始开工的那种累。可是那种累不是真的累，那种累是心理上的不想做，就是心理上的懒惰，那比较累。我现在就是懒惰这样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等到我六月毕业之后，我现在回想我高三的时候，我觉得很佩服我自己怎么达到这种地步的。哎，我真的超佩服我自己。我就算现在拿着我的行程表跟我的成绩单去给我之前老师看，我老师一定也会傻眼，因为我之前不是长这样，我之前真的不长这样了。我之前比较放工，就是我之前就是，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有刘海的那时候是我高二的时候，然后高二是我花最多心思在 TP 上的时候。就是子萱，然后不是子萱，就是彩杰他们暂停的学车暂停，就我一个人在那边工作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我放最多心思在公司上的时候，所以我就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，就是把专业放在公司，但现在没有，现在也没有说完全把重心摆在哪里这样。我觉得差不多忙吧，但晨晨感觉也很累啊。晨晨感觉我，你知道我前几天看到晨晨，晨晨是不是呈现一个然后我跑到晨晨旁边说很累齁，好累哦，这样他说对啊超累的，好想睡觉、哦然后，为什么自己结束？然后继续讲，我刚刚讲到哪里啊？然后我就叹了一嗨，然后被布丁前辈听到，他说，就我们两个同时叹气，然后我就说人生呐、啊，他说唉，人生这样。哎，我播多久了？我也不知道、哦、我也不知道。听说捏鼻子会让鼻子比较挺。没有，我鼻子还是很扁。谁说那么 soft 说，或许十年后你回头会看感谢今天的你哦。Oh!哦，你说这句话让我比较欣慰一点，比较让我觉得我现在在做这些事情是有用的。十年后哦，二十几岁，二十八岁，希望我二十八岁可以当上公司董事、公司老板。
我要来统治全公司底下的男人。也就是被我通知的其中几个，好爽。我这样讲起来会不会很怪？我就是有点女强人的感觉，就是我喜欢统治人家的感觉。没有，因为我十年后我28岁，你们应该也差不多48岁了，38岁了。我有个女王梦，对，我是一个想要掌权，就是我想要做领导者这样。就虽然我可能会是一个很讨人厌的领导者，我现在也有一种预感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当了很多组长嘛，然后我不是说公司的，这个公司我还没有够格当组长，可能搞不好一起走之后真的没人会推啦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几率可能不太可能，都不太可能发生这样。好，我继续说，就是我在学校当了很多组长，然后我就很凶，我就是会骂人的那一种，就是讲话很讨人厌，然后又有点就是龟毛，反正就是我觉得我让人很讨人厌。就如果我是底下的人，我如果被这样我自己这样对待，我会觉得很问号，就是会觉得到底凶什么。可是哎，我牙齿比较多那种东西。还有哎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我刚吃了什么？继续喝饮料。等一下，我先去弄一下我的牙齿。我到底吃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刚讲到哪里？忘记了。我刚讲到我很凶，可是我觉得我的凶有时候，可是我不是那种不会随便生气的人。像有一次我凶是因为，我交代那个人把东西传给我看，然后打电话啊、传讯息啊、讲很多次，然后他都没传。我就很生气，我当然很生气，我就直接在群组说，我找你们来帮忙是你们来帮忙是你们自己自愿的，然后不是我逼你们的，如果你们真的不想做，你们可以直接退出，没关系。这样，我的凶是那种有点讽刺的凶，我的凶不是那种真的很凶骂你，我凶是那种真的很直接的那种，我会讲到你点上面，我就会说。难道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？所以这个问题是出在谁身上？就是我就是会讲话很带刺这样，但我不是真的凶，就我不是像会让人破口大骂那种。
评评理，像我今天就已经昨天就已经跟他们说六点，然后他们说可以，时间可以，然后结果我今天提醒说六点准时上线，结果就有人没来，我就配合那个人说，请问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在忙什么？这样，然后啊，不是都说好了嘛？这样子，反正我骂他，然后他说啊，你说六点，我不知道六点什么。我说那你不会问吗？为什么你不在最开始问？你有问题难道不会问吗？你有嘴巴啊？这样，反正很生气，我不懂。而且他就是都这个，他这个人就这个样子。我就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现在什么时候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然后我就暴气，而且我的暴气那种，我也直接离开场合那种，就离开这场合，我就会暴气。对啊，搞不好我是未来队长，没有，我开玩笑，不可能啦！我觉得我还差得远的，我差十万八千里远。我觉得我越来越有领导能力了，因为狮子座嘛，领导能力是会被开发的。我觉得老板做再好或是怎样都会被骂。我在想，我想要一个小时，我今天先一个小时就好。那我脸都被蚊子叮。被蚊子叮，哎，我真的脸超容易被蚊子叮的，什么意思？然后他们都叮我脸，哦，真的，我就上一半就觉得很痒，然后就痒一直抓，然后就发现，哎，我好像被蚊子咬，我以为是什么过敏，然后就被蚊子咬，所以害我不能化妆，因为我化妆会一直抓，就是什么问题啊？现在还被叮额头，就我爸也说我靠脸吃饭，但我觉得漂亮女生那么多，不缺我一个，所以我靠脸吃饭还没有我的份。我不是说真的长得漂亮到爆炸，我就是哦，我就是漂亮，那没有到漂亮到真的是完全是。从小就平面 model 出身，我又不是就是 Ella， 能叫 Ella 吗？就是跟 Blackpink 很好的那个妹妹，我不是她，我也不是 Christina， 就是我那几个都是那种很有知名模特儿童模特啊，我不是，还轮不到我嘞，所以我现在担心我以后干嘛，真的是该担心的，只是这担心是。这个担心不是能掌控的。
我发现我的气质蛮酷的，就是在这个年纪，我不是指 TP 不算，因为 TP 都已经算是出来工作的人了，尤其是女团，就是 TP 的人不算的话，就是一般学生，一般的女学生，我就有去观察我这年纪，差不多这年纪的一般女学生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就真的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不太去爱，就是我不太懂他们在想什么，就是我比较跟他们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很难去理解我同学在想什么。就是现在的台湾女生，我这年纪在看抖音，然后谈恋爱，然后化妆去学校染头发，然后 IG， 然后雪饼特效加美瞳发卷整理裤，然后拍照这样，然后我看到我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很丑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，到底是谁打造这个，谁传出来这个流行趋势的，我不懂。可是 Mina 说我很幼稚， Mina 说我说话， Mina 说我就是小孩子，我觉得 Mina 她自己也就是一个小孩子，我真的觉得 Mina 是小孩子，因为我第一次跟她聊天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她跟我同年，她 Mina 真的不像二十几岁。Mina 她就是想要呛我而已，她就是单纯只是觉得说，大家说我小孩子，那一定有比我小的小孩子，然后随便找我，刚好我也就是跟她比较熟的二期这样。雨林也说，我跟你说，我发现那些喜欢说别人小孩子的，都是自己被说是小孩子，然后长大后就会去一直说，像可能雨林，因为她从小在这里，然后也是被大家当小孩子，然后大家看雨林可能一直长大，然后他长大的时候也说雨林有点小孩小孩的，他现在长大了，雨林现在长大了嘛，然后他就有机会来说比他更小的东西小孩子，像我现在可能也是在 TP 一直被说小孩子，所以我现在就有机会说三期是小孩子，懂吗？少彤，哎，那妹妹小孩子。小雨小台子这样，纯纯现在蛮成熟的，那就算了，反正就是我故意，你知道吧，就是故意的，他们故意的。少彤是成熟的，但是他还是有点小孩子。少彤有些地方看起来，我有跟少彤聊过天，他有些地方还是，就他知道的没有那么多，就是他知道的还没有很多，这样。他是成熟的，但是他知道的还没有很多，因为我跟他讲了一些东西，他就是听不懂，或者是可能我讲的不清楚，但他就一脸就是想理解，可是他又无法理解，因为他没有接触过，他就很多事情都不懂。虽然我现在也没有很懂很多东西，但是在这年纪，我觉得我已经懂了，该懂差不多了。真的被蚊子咬，我问号，真的是咬我的脸。你有看到这边红了吗？哦，
雨林跟三期很好，我还好，我跟一林还好啦，没有很好。他们雨林真的比较，雨林跟三期真的比较好。一林吗？我觉得他，就是他算是蛮，因为他年纪20岁嘛，就是他，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想要积极做好事，做好，就是在有效的时间内，然后短期的时间内尽可能发展，在这边做到最好。可是我就跟他说你不急，你没有办，我就跟他说你野心太大了，我说你才刚开始，你没有办法想要一开始进来就是得到很多东西这样。可是他还是把很多事情觉得说他现在就是进来就是要做好，然后像就是。像很多事情我都觉得他太快了，就是他没有要那么快。我就跟他说粉丝喜欢看成长的感觉，不是会喜欢看就是一下就做很好的很好的人这样。哦，他说我长得像一个兔子。他说我长得一只像一只小兔子，很可爱。一林一直说我很可爱，我到底哪里可爱了？我真的不懂。我就是一脸长得成熟一样，连主主都说我长得是成熟的。到底为什么他们看我是可爱？我觉得这个团就是不管你长得再像林杰这样，林杰也会被说可爱，所以我就算了。OK， 美玲也会被说可爱，所以主主也会说可爱，那我放开心胸，我就算怎样都会说可爱，那我就不要再生气了。不知道，反正是跳一首性感的歌，然后老师问说：“哎，万玲，你18了吗？”这样，他说：“万玲几岁？”我说：“18。”这样，我都跳毒蜘蛛了，啊。但听说小雨很喜欢《毒蜘蛛》这首歌，你知道，我每次看到婷丽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婷丽就是过得很轻松的感觉，他感觉没什么在用力过生活的感觉，他的感觉是很轻松这样。对，我想那么轻松，我可以不要这么用力过生活吗？我可以真的轻松一点。我今天要洗头。哎，可是明天要跳舞，我被流汗了。不算了，我们洗一下好。哦，对啊，婷丽没读大学，可是他不需要吧？他那个脸就是直接让他就是电影女主角啦。然后，别的大学有差吗？有差吗？英文不好有差吗？那再练就好了。哦，可是他有跟我说过他高中毕业后就去打工了，这样。他那脸很漂亮，就这样，他脸真的很漂亮。
我十七岁就在打工了。哎，对啊，我十七岁就在打工。我高中毕业了啦，我现在就是已经文毕业了，对。而且就算没有办法毕业，老师一定会叫你暑假回去修学分，所以你一定也可以毕业。哦，我现在没去，我现在没打工了，所以你们找不到我。我现在要上课，我毕业典礼你们也不能来啊。而且我们搞不好还线上了，疫情爆发线上这样。可是就算这样子，我们还是会很担心啊，因为还有毕制啊，毕制毕业制作，然后还有下学期期中、期末，虽然就可能没有说真的非常重要了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要顾。TV 算。没有什么薪水的工作，我没有月薪，没有月薪算是工作吗？志康。你们吗？快笑死！哎，我真的对社团没什么兴趣。社团，哪有人一天到晚在社团？哎，可是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被警告说，这里不是什么夏令营啊，不是什么社团课哦，请你们把专业的态度拿出来面对哦。我们就有被这样讲，所以根本不敢把这里当社团。竹哎，但 TP 社团课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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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突然叫宝贝？我吓到了！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吗？等一下，哎呦，他来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要被骂了吧？说个跟兔。扬眉吐气算吗？谢谢祖祖，谢谢祖祖的红包，大家可以抢红包咯。谢谢祖祖，祖祖来这边发红包，好可爱哦。他刚才一定要跑去其他间。他现在走了，他送完红包走，太了解他了。爱你啦，爱你啦，拜拜，祖祖拜拜，拜拜，好可爱，祖祖蛮可爱的，当然，因为祖祖还是被我说可爱啊，所以那种可爱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一个真的，就是可爱这种东西，就是一瞬间觉得哦可爱，说你可爱，所以
不要太走心好啊，我万玲不要太走心，真的，别人说你可爱，这不代表你真的可爱，只是真的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称赞你，所以才说你可爱。万玲真的不要太介意哦。哦，称赞我性感也不可以，因为我觉得性感不是一个称赞。漂亮也不行，因为所以我漂亮，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值得被你称赞的。说努力也不行，因为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能力，所以才需要努力，所以最好不要称赞我，不然我会生气，不然就是屁股翘太高，所以千万不要称赞我。对，不能赞美我，千万，我就是个不能被赞美的偶像，一赞美我就是毁了，毁了。好，我要念榜。哎，这是什么日榜？这是什么榜啊？什么榜啊？哈？要怎么看？第一名是玉，然后第二名是哇哈哈，第三名是 TS， 第四名是变新鲜柠檬，第五名是 Free Plus， 恭喜前五名，因为今天比较小人，所以就直接到前五名。哈？哦，有那个是不是有重是不是？好，我再弄一次，各位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再看一次。今天第一名是嘉树，然后第二名是小紫，第三名是玉，第四名是哇哈哈，第五名是 Free Blast， 第六名是 TS， 第七名是草莓酱，第八名是晴湖，第九名是新鲜柠檬，第十名是木婷。恭喜以上前十位，第一耶。哎呦，我等下下播还要去忙其他事情，我真的是我不懂，我也不想理他了，我不想做，太累了吧？为什么这么遭遇啊？谢谢娃哈哈的才艺主播小辣椒，大家你们觉得我长得像曾婉婷吗？你们觉得我长得像曾婉婷吗？超级多人说我长得像曾婉婷，但我不懂到底哪里像了。对啊，这个曾婉婷啊，就是那个曾婉婷。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曾婉婷，我哪像张元英啊，一点都不像。反正就是超多人说我长得像曾婉婷，我傻眼，我不懂。哇，拜托，我要等很久才能红欸，我要等30几岁才能演八点档红。20几岁演八点档会太年轻。一节潇洒不？我跟你讲哎，我不会讲台语。我跟你讲，我是
不会讲台语，很抱歉。我是林泽咩？我不会讲，是这样，我看不懂这样讲。你怕？我不知道，他们会讲很难听的话。不会讲台语啊，凌晨那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你也迟到吗？你是不是也才刚开机啊？既然你凌晨他都来了，那我也就不离开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凌凌顺推，凌凌顺怎么讲？凌凌顺推，我讲的才用四川话哎。如果用四川话的话，就拎拎顺腿，就他们四川话都这样说，这样话都这样说，四川话，他真的，我快摸到四川话精髓。其实四川话不难，就是音调而已。带你去流浪。我应该没有讲错话，这样。那我要先离开，这 part 有个好笑，哪有好笑、哦？哎、欸，我要讲台语，有可以跟我教我怎么讲台语吗？哈，不是四川话、哦，那我先离开喽。好啦，你讲啊，我讲啊，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怎么宝贝怎么讲？宝贝怎么讲？你是我的宝贝是吗？不会讲，我爱你。因为你是我的，不会，不会你，你是我心的心爱的人，我会爱你，我不会讲。哦、我真的练台语，我真的搞不好可以去演八点档，我真的脸就一脸八点档一样，整晚停脸。超多人跟我说，从国中就跟我说，有人长我长上整晚停。但我最近想要学意大利文，好像全台湾只有辅大有意大利文系。意大利文 ，Paradiso， 就是哎、欸，意大利文那个发音超难，还有那个卷舌，我不会那个弹舌，那个 不会弹舌，他们要怎么发出那个音啊 ？Paradiso 什么的，对啊，还有那个什么。Paparazzi 什么的 ，Paparazzi 我不知道他们的音调很怪，还有什么、啊？还有什么？他第一首应该是说意大利文很多是英文改过去的，所以 Paradiso 可能是 Paradiso 应该是。天堂吧，我不知道，这英文的 paradise， 我不知道，太难了。
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，原来 Paradiso 是天堂。我连英文的天堂都不知道什么，超笑。去吃寿喜烧的时候才看到那个，然后才问同学那是什么意思。哎，寿喜烧真的。好啦，我十点要关播了，我有事情，有人打给我，我要关播了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哦，我前几天才吃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